两名男子跪在灵堂，边哭边道歉，但死者家属气愤难消，因为过世老翁就是被这两名职业军人酒驾撞死。看着我爸，阿爸对不起，阿爸。闭嘴，不要讲了，先乖。我爸再也回不来了，今晚你喝酒。老翁家属对这两位士兵破口大骂，他们是海军陆战队99旅的现役军人。20号凌晨6点多，监视器拍下林姓老翁开着货车到自家花苗准备停车工作，却被两名在 KTV 喝完酒酒驾的军人开车冲撞。林姓老翁整台货车被撞进自家花圃里，货车几乎被压扁全毁，老翁当场惨死。结果两名士兵呻吟3天，直到24号才到灵堂下跪上香，让家属气得破口大骂。为什么你好像都没有责任，你都没有来关切什么的？他跟我说，因为他们现在在恒春下基地，所以他说他要有任务，有什么？你们任务比一条人命还重要吗？家属控诉士兵连长事发至今漠不关心，还说部队正在下基地，任务比较重要，让家属无法接受。我们真的不甘心，尤其是中午的时候，我爸一直不跟我们回来。因为他们都不出面。林姓老翁被海陆军人酒驾撞死，家属哀痛不已。本该保家卫国的军人，却一再发生酒驾害命，让国军形象再受重创。记者张春华、陈浩库，屏东报道。